各位同学，我们的团队写的春联是用手写的，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今年写了7000多张，供不应求啊！好多间学校一直来讲。
加入，增加数量，结果司法家们一个礼拜有时候要加班三次，本来一次就可以了，现在要加班三次，还是扛不住啊！我们的存货很少，现在要在文化街销售，赶到这个存货很少很少，而我们希望能够应付这一次的需求。春天一到呢，就随着春天来，一切都美好了。那么下联是我写的，自己写想出来的，刚刚想出来。因为刚才我们的大会主席说到，由文物馆、孔教会和潮州会馆孔教会当个馆三馆齐心为上来我们齐心做这一项善事。那么有位书生上京要考试考状元要上京考试经过这一家客栈，他听说这客栈老板特别喜欢对联，就造访。他一来到客栈就听到这个主人家跟孩子讲讲什么呢？这个你们也看不到，我念给大家听。主人就说：“迷蒙语字，停根难拢之田啊！”跟孩子讲这个下着大雨孩子你不要去耕种。那么书生上京考试的书生就回应：“迷蒙已至。”那个书生就回答：“泥泞路遥。”主人讲：“停耕难拢之田。”书生讲：“望做东家之客。”这书生讲：“我要做你的客人，要住在这里。”对得很好。这边田天田第二声，这边客古时候也是有讲究这样的。最后一个字，一个平声，一个仄声，一个第一声第二声，一个第三第四。主人又说了：“不嫌茅屋小，请君略坐片刻。”你不嫌我的屋子茅屋很客气小，请你坐一阵子那么书生怎么回答呢？相对的，客人就说：“且喜华堂宽。”主人讲：“我的这个地方很小，茅屋。”那个书生说：“且喜华堂宽，称赞的华堂很宽，留我何妨数天。”主人讲：“你做片刻啦。”这个书生我要住几天
现在呢，我要上京考试，中了状元了，啊，特地来拜见你啊。那么他就叫他手下呢，送上黄金百两给这位主人家。故事讲完了。这是对联对的非常工整，非常有意思，谢谢大家。啊，数字也是很吉祥哈、哦，2008令吉，2008。啊，同学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再来叠呢？能够让这个数目呢再增加，可以不可以？啊，我们哈、哦、是65所华小呢，要赠送一些伴手礼。谢谢我们的这些劳苦功高的书法家，我们的伴手礼小小啊，只为了聊表心意，其实呢不成敬意。那我们请我们的校长和董事长，我们一起好，我们请老师们都在台上哈，等一下我们来一个大合照。等一下我们跟书法家们合照。